我今天已经没有单很久了，我都吃，下午害我都要吃茶叶蛋，可恶！不好意思，孟娜，按下去啦！开呀，开呀，开呀！八八八八，八点啦，客满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嗯，等下你要睡了是不是？好像睡了，要睡了。啊，大家要确保前面是有小手枪的哦。有有，我们今天又要来挑战点不同的啊，福利好不好？开场大家的等级100等哦。哎呀，我只给到我自己。有没有？现在开场等级100等。可以直接去看你想升武器还是升盔甲都可以哦。好像但是钱就没有变多了，好不好？那经验有变多，那也避免那个提醒一下，避免就是毒气直接毒那个啊，那个发电的地方，所以要记得防毒面具，好不好？新手防毒面具可以买一个，嗯，我们照样会去读的，好不好？会不会读到那里就是看看了啊。随缘，随缘。防毒面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那就打屁股。那就更新一下杜比的城市。他就是戴着那个面具就不会怕那个毒气啊，只是他会，你只要戴着他就会持续消耗，即便你没有在毒气范围内也是，好不好？要小心，谨慎使用。那就来随机分队咯。好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随机分队。嗯，还行哦。还行吗？对面两将配合默契满满。不是你们有度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实力不平均吧。我是魔王角色啦。来，我那个阿喵跟你们换杜比，要不要？让你们那边更欢乐啊！那边实力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平均哦。巧克派可能下次就不来了。可能下次就消没空哎。对哦，对面都是妹子，不行不行，娘娘娘娘生气了，再随一个，再随一个。他总是哎呦呦啊，换了一些。哦，他记。我们这也都是女的哎。你现在是对隐约是怎样讲？你觉得隐约小可爱，隐约小可爱，不是他是隐约妈妈，隐约妈妈，他是爸爸，你到底要认透人家几次？隐约妈妈行不行？我觉得很有问题。妈妈压力大，妈妈压力大。我们压力大，我们要交易谁啊？吐司喵跟那个露米换要不要？啊，吐司喵跟杜比换。为什么我都是交易的？都是交易的换选手。表示不是，我说真的，阿喵的表现实力是不错的哦，他放怪很强哦，他生存也很会生存哦，他那个我们五人集火他都可以活很久哦。他是我们的监控小公主嘛，哈。Oh, 我不想当小公主哎、欸。大家都说你是小公主啊，来去监控着。监控小公主是不是？我肯定是不会跟你抢的。嗯，玩那个、啊、悠悠悠悠，你们选一个过来。你说。还是我过去。这倒是夸张。我要去找我的茄子。你把我跟茄子分开，然后你自己过去，你会过分了点。怎么了吗？我跟茄子是一对啊。来吧，杜比过来吧。然后我们去吵架。杜比，求生求生。而且你看，他都这样对你，我们要打爆他。
大家这样子强制分开，我们是不对的。没有强制啊，是随机分对。美好的良宵是系统。没错，我们昨天我们三个其实是不应该分开的啊！没有没有，你中间就走了，我是跟茄子共度了。罗丽巴说：“雨夜妈妈加油了！”哇、啊，你可以靠土豆喵，他真的不错。嗯、啊，我们被强迫分开了耶！下了。一群谁谁凉啊都来了，完了，有杜比了，我们的求生要加油了。买有火的吗？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可以买有火的了吗？是可以不用有火。哦，好吧，肯定要买个灭火器。买个灭火器。他说今天开场一百的至少有一百等啊！记得牛排先买40个哦。我先买2个灭火器，是不用到2个那么多了。你再买2个，2个才10块钱，没问题的。哦，灭火器原来那么便宜哦。对啊。哦，而且是大地图哦，大地图，感觉防毒面具好像就还好了。那你们可以散弹，我可以小手枪打上面的怪。啊，武器要选一把哦，要记得哦。好。啊，选到错的武器可能会有同队伤害哦，哈基。啊，我比较惯用这个耶。我刚刚看你就在那里摸索着。因为你在旁边，我不敢买、啊。因为你在旁边，感觉想要买，所以我就赶快说了。我们是要开同队伤害了。止痛药要买几个啊？止痛药至少我觉得有个9个啊。啊，你还有剩下的钱的话，不晓得要干嘛，多买一点也好。嗯，因为打怪也会掉，可是它是随机的，你也不一定。对，会有。哦，说的也是，对对 对。那当然止痛药是很关键，甲板也要记得买一个哦，你腿断了就可以用。啊，我决定要买2个甲板。我没有相信怪物会给我的。嗯。止痛药是指哪里？止痛药是指哪里？你是指哪里？因为我每次都狂按啊，可是它都没有。什么狂按止痛药？你看一下，对物品栏打开来看一下它的叙述，右键使用无敌6秒，你不要一直用，用了之后自己心里数个6秒，或者是看右上角应该会有状态，没了再用。为什么按了之后我的血没有回来？血当然不会回来，它是无敌。无敌用了，你就是用了之后赶快吃牛排就可以补血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，好喂。这人的概念，无敌就要补满血，好扯。他在我的心中疑惑超久，我想说我每次都狂按，我说没有。有疑惑就问啊！哎呀，阿杰没拿到西瓜，他自己拿2个西瓜，那是阿杰的。为什么有西瓜可以拿？因为我刚刚兜了1块钱买了，但是因为他是希望之星，所以他要2个西瓜。那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希望之星吗？因为它冰冰的。啊？喂？啊？你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它冰冰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它应该是常温的啊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买过来就变冰冰的。把丢到储浴桶啊？没问题，丢掉。开始了哦！我怎么好安静的感觉啊？还是他进来本来就没有声音？哎，这个很强，这个很强哦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超惨，我超惨！哎，100等喽，大家赶快可以去升装备，哭工小心哦！被打，哭工好痛哦！哭工超痛，哭工超痛的，可以赶快先去升武器，升防具。嗯，升级台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外面也有哭工。快！哦，武器可以直接6夺3，好略好略。哦，哭工好了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。对对对，哭工超痛的哦，记得我们受到伤害就是他们的分数哦。还要升盔甲，猪猪猪猪猪，杜比杜比杜比。是我吗？啊，这是你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好。
你讲的、啊，你不是说是你吗？不是的，好急退哦。对对对，他追你，你就不要，你就退，你就退，可以靠队友。好，你还有队友。哎、欸，不要走到那个小麦里出来，打不到他。他一格。哇对，哇塞哇塞，还有还有。原来克白才是很多。猪猪都追你耶，猪爸爸。哎、对啊，怎么会呢？爸爸，爸爸，僵尸来了！哎、欸，僵尸，僵尸！快小心，小心！可是他们其实都还没有放任何东西耶。自然生怪的，我怎么拿到三个燃烧瓶呢、啊？不是、啊，他们也没有放那个毒气什么的，或是他们过来，他们是又忘记了，又要提醒了。存钱吗？没有，那个是陷阱啊，不用钱的。有人来了！哎呦哎呦哎，有变有变有变，苦力怕人，他感觉很强哎、欸。啊，他是孟娜。有、我干掉他了，我干掉他了。他苦力怕为什么要在那边偷窥？苦力怕他想远距离投 TNT。啊，自己的装备都没升呢、欸，你每次都这样、啊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目前还好，还行还行。你每次都这样，然后你就打，没事啦，可以啦。你每次都不升装，嗯，抓到。这个不是队友啊，这不是，这不是队友都有 ID 好不好？队友 ID 可以看、哦、对对对对看一下。对对，我打了一堆止痛药，安全安全。人造品呢、欸？七品的。啊，哎、欸，哭光哭光哭光，小心！哇塞。对，危险就可以直接散弹，揍他！他来放，他来放土的，哎、欸，这样感觉不错哎、欸，因为你就可以站在这里，而且他是哎、欸、两格两格，你僵尸打不到你，哎、欸，他帮我们，哇、哦，杜比杜比跳上来，哦，不好。后面有个斧头怪，外面有怪，外面有怪，然后干掉干掉，武器已经升好了。杜比站上来，杜比，喵，这里这里，站上去，对，哎呦，可以哦，我们就靠你了，哈哈哈哈，我只是站上来而已，很强哎、欸，哇，独一无二，站上来了，啊、我终于会站了，刚刚克白也想要上去，被你挤下去了。我抱歉，我屁股太大了，我让一点位置。那可能还是上不去哦。他们是谁放的？等一下，他们的安德怪啊。怎么今天特别温柔？谁？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游戏游戏，因为我们的等级比较高，而且他们没有放陷阱呢，他们就只有变身而已，没有放毒气什么的。你要不温柔是不是？来，阿杰不温柔来了，好多史莱姆啊！哦，有人偷打你，阿杰，土司喵，土司喵，还是土司喵，我干掉了。完蛋了，我好像会被两个女人打、欸。对，刚刚那是土司喵，等一下的会是那个悠悠。哦，有一个会飞的精灵。哎、欸欸欸欸，跟着你对。没事没事，他不行了，他不行了。自足上哦，自足上哦，小心烧起来。小心他的凋零跟中毒跟烧。中毒了，中毒了！哎、欸，火焰的，火焰的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。那很毒，很毒哦。哦。直接先升一下，赶快把装备升一升。嗯。还戳我。想说记得放陷阱哦！哇哦，我好好好高啊！哦哦哦，我的脚我脚断了！不要，我不想骨折。OK OK， 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没事，我一直都骨折的。安德怪，安德怪，一堆安德怪，他把我打到火里呀、啊！哦 ，OK OK。等等，那个要不要修脚？我身上闪。稻田风车，风车，风车在对面。稻田要那个毒气了，我们走外围。
就跟你讲，毒哈记还不穿衣服，变态。好，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升级的，变态。好扯哈记。女巫来了，女巫来了，就是、好多怪，好多怪。打打打打打，河豚河豚。好毒啊，好毒啊。河豚是那个打了它会中毒，所以你也可以用枪打，用枪就不会受伤。哦，真的耶。没错。克白，你被他玩弄啊，克白！你被玩家玩弄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他打你有十几下，你不要打扰他。我们的攻击力比较强的，克白。而且你应该有生风力吧？你有生风力吧？对。还没，还没，我还在升盔甲。好，啊，记得武器耐久越低，伤害越低哦，要记得磨刀哦。嗯，好的，好。毒比表每次都当第一次听到一样。你这样我要梦想之毒。I never know。毒比就最近讲农田有毒，不要去农田，无敌出来，无敌出来，走外围，外围，禁止奔跑，不要跑，吃牛排，不要再给。